甜品脑袋看到甜品就走不动路。哦，我要一个豆腐胡子，这个多少钱呀？再要一个虎皮千层，这个蜜瓜的小蛋糕多少钱呀？那要一个，这个一捏是会爆浆的吗？哦，不是呀。哦，那来一个。彩色小面包看看好好吃呀。那这个粉色的是草莓的吗？再要一盒榴莲千层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四盒都是一样口味的，那我要一盒。嗯，就要这些吧。一共是201，剩下还有橙、蓝莓、松柏。那冲一个吧。喝完放心吃，先吃个虎皮千层，馋好久了。哇！吃起来好柔软啊，虎皮蛋香十足。豆乳盒子也好久没吃了。就像空口吃豆浆。还有点清爽，下面是芋泥，下面的芋泥也好扎实呀、啊。这是榴莲千层，奶油看着好多呀。榴莲肉还是不少的，来个椰子冻解解腻。吃起来就很清爽，还有马蹄爆珠，这个是绿豆小饼。面包挺好吃的，只是我不喜欢里面的绿豆馅儿。再尝一下这个玫瑰的，这个玫瑰的好吃，里面是玫瑰的花香味儿。最后两个小蛋糕，捏爆它，哇！这个是多肉葡萄。一开始我以为那个，一开始上面的一层我以为是石榴，其实是波波。真好吃，一口下去全是蜜瓜味儿，脆甜脆甜的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